重点是他可以跟小黑互动。可以啊，他说只要有就可以了。反正就直接绑着走，对不对？对啊。把这手放开，他管你去哪里。然后竟然是情人节的披风，哎，披风好好看哦。感觉没有在情人节。顾喵安安。你有没有看过情那个公主抱菲菲？没有欸。等一下喔，那怎么传给你啊？迪西不是吗？我苏安安、全月安安、领导青年安、莉莉安安，早安早安。你看一下看得到吗？隐藏、隐婚。什么叫隐婚？不要理他，只是他的 ID 啊。谁说的？他们是用杯杯吧？这是杯杯啊，这是杯杯呢。不是，你看他的那个友谊树是那个最高最上面的了。对 对，可是这两个是杯杯吧？不是，他图是杯杯，可是是公主抱。哦，图示是杯杯，阿丹是公主抱，对，那是公主抱，然后就是公主抱杯杯，就变成这样了。哦，公主抱飞哦。我跟你讲，这个跑土试炼很好用，倒是真的。火试炼也是，就是我们不是要往上攀在那个墙壁上吗？嗯。我想早期有个方法是，我把你背起来，那你对我比那个牵手的图，嗯，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这样慢慢的往上飞。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对，司令也可以用这种方式爬墙，不是吗？对啊，所以这个方法是我们早时候的叫螺旋飞的方法，也不是螺旋飞啦，类似。以前也是用这个方法，可以一个人跑那个啥，跑进格不用下来，一个人啊，就是他在下面，上面那个做好姿势就可以让他自己玩了，就不用在两边同时飞这样子。我现在试炼都懒得跑，我也不会用这个东西去跑。哎，不过它在最上面，真的要往前解开真的很贵、嗯。一定啊！那、啊、我们现在来解吧。我现在有多少蜡？我不要哦，解什么？不用了，我要解，我不要，我不要，我要解，我要解，不要，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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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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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开。鲑鱼芥末安安，自然安，小自然安，棉被帽安安。嗯。现在等另外一位主播，他那边天哪，偏移这么严重哦？什么的？你说那个公主杯啊？不是啊，偏移射击的偏移。Oh. 我准心对准他自己飘欸。那我同不会伤害吗？没有。Uni 安安，欸，怎么念 ？MEI。me， 噔噔 ，hello， hello， 感谢哈姆太郎的100小起点，笑什么？没有啊，我，你在笑什么？大家，我没关啊，还没，还没，等一下才要关。我刚刚讲什么来着？哦，我们可以来自我介绍，又是最尴尬的环节，番茄先，还要自我介绍？要的了，要的了。哦，等一下，嘎嘎安安，好，声音有点小，是我的声音吗？真的假的？嘟噜嘟噜，这样还很小吗？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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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哎，别别别别别别！喂，您好，加入三个月啦，感谢感谢。哇靠，月灵好久不见，多久啦、啊？有没有半年了？你有没有半年没在这边打过字了，月灵？君哦，安安，爱惨的安安，啊，你自我介绍吧，抱歉。好，我先吧，确定我先吧，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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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我是番茄，现在就是随意开台一个 Twitch 小小的直播组。那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哎、欸，你有 take 我吗？没有吗？有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他们标题有 take， 可以点一下追踪。感谢各位。你今天有开吗？他没有啦。我怕会爆炸。他昨天，好，嗯，好，换，是换我吗？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这。对，好，那换我，我们照顺序来，换我。感谢果子的250小七姐，小胖安安。好，还是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啊！我们不自我介绍，自我介绍就到这边了，感谢各位。是吗？自我介绍完之后，连我们都自我介绍。然后看我，然后你看，然后你就不要靠近那个汽油桶。啊、，OK， 好，大家好，这边马可，这边见 Luna， 可以叫 Luna 或是诺诺，耶、yeah ！平常都在早上十点开，最近快一周年了，要爆炸啦！好，结束，换人，换人，感谢小起点，感谢月里的小起点，感谢小丢的小起点。好，我们自我介绍就到这边，开始。这个番茄，我们等一下那个，嗯，等啊，这个就是这个，你上次才害我一直死啊啊！我是繁星没了，我是繁星。画面上面的，哎，对耶，为什么？等一下，我刚刚还发现画面上面的聊天室真的是。等一下，没事啊，至少不是没有串流出去啊。啊，有了吧，有了吧，这样。你们都会成功。OK。好。南洞。啊，我们先往哪边？往前吧。先看地图。啊，就你，你刚枪一直朝这边射，你那边钱拿朝哪边？哥哥晚上去睡。对。遗珠的遗失的记忆珠是什么东西？遗失的记忆珠不就是那个吗？那个球。因为我看地图上有一颗球，有一个奇怪的标志，哎，对啊，那个就是球啊，冲啊，是吗？好像没打掉，对，那个是没打的球，冲啊，冲啊，抢劫，冲瓜，哎，这边有武器，怎么又是我想到的？教授骂学长。什么？哎呦！猜字！你注意那个东西。猜字是什么？哎、欸，这是补血的，这是补血的、啊，是补血的、啊，怎么了？哎、欸，后面上面都有爱心的梦见露诺，筒子上面有爱心，爱心 ，love love，hard hard， 不 love 啦。你按什么嘞 ？love love， 什么按什么？你要按什么 ？F 是技能，G 是技能 ，F 是你的手榴弹。OK， 靠，要按错，好凶，好凶！哇塞，谁在那边干什么东西？是谁？今天开完就可以放贴图了吗？放什么贴图？他说图旗吧。哦哦，应该吧。看他有没有审过啊？对啊，要过审，过审就可以。可以吧？那过审其实还蛮快的、啊。是很快啊、嗯，就只是有没有在拍台而已啊。嗯。快啦，刮刮乐，快去刮。诺。没有，你别说，你别说。哎、欸，怎么才一个？我今天真的很衰耶、欸。哎，衰。希望可以过审，这样我就可以玩那个了。啊，就可以自卫了。没有自卫，不会放自卫。我是不会，因为我会忘记我到底几分钟了。
就福利啊，送福利啊。啊，你送，你多几分钟就是多那几分钟福利啊，很棒吧？像我也都是讲到忘记，不就多送他们福利吗？小福利的奇幻乐园。哎、欸，我一直打到你的。没事啊，你就可以给开始给剑给钻石啊，对吗？哦，对啊。哦，对啊，剑是可以，哎、欸。他现在剑现在你还不行吧？剑可以啊，剑可以吧？是钻石不行吧？哦、钻石不行。这什么？哎、欸，这什么？这什么？会受伤、欸。哦，要打哦，白痴哦。嗯。啥？哎哇哇哇哇哇哇哇！小伙子，你最好快点把这句话给我收回去，马上。哎，王志，收回好吗？这个游戏，超嘛，必须走。表情做作，略显浮夸。这是个超好玩的。是144块赚。怎么样？这还差不多。送什么？147块不想捡，200块还捡。可以关了，我关一下光遇。你没关吗？哦，馒头、啊。太勇敢了吧！你不会卡吗？小鹿鹿茶，我上手机跟 Switch 啊，我不会卡。你忘记我四只号了吗？我忘记了啊！对，打他打他，对，打他打他，让诺死。哎呦，谁啦？这是谁啦？是你一直揍我，离我远一点，离我远一点。我怀念我的狙击枪，怎么办？他没血吗？他手机。晴天，晚上睡睡。147块，不屑捡。我怎么会一从我面前飞过去？是了没？金色，148块，好了，捡一下。哈哈，斤斤计较来1块钱。那家伙很快就会躺这儿了。哎呦！我要输了，我要输了，我要输了，我要输了！哎呦，没输哎、欸！哎呀，很痛啦！到底在哪里？太黑了吧！你看小地图上面也有红点，可以参考一下它的位置。哦，真的哎、欸！他还说你白痴，你看出来吗？我没有，我是那种人嘛？是不是下去想要说这句话？哎、欸，有大只的，有大只的。大师的志气呢？什么志气？怎么都啊？输了，输人了！你在哪？你在哪？我来了。我要输了。麦当，麦当，麦当。没有在。啊 ！QTE 耶 ！QTE 耶！啊 ！DVD。DVD。说的，说的好像你会玩一样。真的哎。我会玩啊，但不强啊。原来你有玩。我以前玩过、啊，对，原来你有玩，我就玩了7小时、8小时、9小时而已。因为我认识他那个时候，他就在玩宝可梦，然后到现在都没有看过他玩过 DDD 啊。嗯，没有想玩而已啊。102块，不屑捡。给我。哎、欸，叶尾服哎、欸。哦，不是啊，燕尾四代起。忘记按怎么开背包了。Paper 也可以。刚才把你当白痴，这没有啊！爱白痴怎么了？你才白痴！可恶！我突然想到那种小朋友骂人，别人都说你个便便吗？你才大便！你最臭！你个便便！你全家才臭、哦！小朋友骂人不都是用那个吗？怎么大便？怎么大便？哈哈哈！
这是要揍他吗？哎、欸，没啥，没了。你可以跳、哦，不行吗？跳不去，那边没东西，怎么？卡住。好吧。哇！不知道。没发车了吧？车已经……哎、欸，看到亮亮。哪里啊？这里，这里。来吧，来吧，谁要？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我刚刚开过了、欸。我今天运气不是很好啦。哎，我哪一天好过了？好吧。像没事啊，179啊，190，201块，减一下，91块，不屑减，走了。这个嘞，这个多少钱？243，减。这里还有吗？好切哦，好切哦，好切哦。怎样？都是看价钱来决定。147块不减。啊，不减不减。这个嘞，211块，减。你可以先减一减啊，我们可以回去卖。不要。不要，不卖了，好吧？麻烦耶，这样我们还要看他多少钱。看一下哦，附近不就有那个吗？就回头路而已啊，那边就是卖东西的啊。啊那我们先回去卖好了。他、啊、怎么都复活了啦？这样救得到吗？很怀疑，很怀疑耶！这鼠，你要鼠了？不是啦，我说上面有绿绿，哎、欸，哦哦，对哦，这是品质颜色哦。你以为是遗迹啊？对。走这吧。那我捡个东西而已。嗯。如果对主播说一个诗，会不会让主什么诗？你把这句话留给其他女播说，不是更好啊？怎么还只想对你说、啊？刺刺哎、欸！好，那算了。来了来了！原始画质只有 720P， 真的假的？你说你图奇吗？对啊。等过那个吧，过合作伙伴再看看。好啊。喝水。是你喝，不是我喝。好，我喝啦。我喝。哎呦，吓死我了！来、okay. 跟你们三个说这个东西。Come on， 三个。对。请问第四个人在哪里？我的巫妖伙伴啊。你在哪里？上面啊。这边怎么上去？跳上来啊。来，这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一启动啊，我们要去找到另外两个。两边都720P， 真的假的啊？等一下。那就是你网速了。网速不好吗？嗯，等你啊。我一下、哦，奇怪了呢。可能真的是网速的问题。没治没治，720就够看了啦。来，这个，这个就是，算是这种地图的解谜。它其他地图也有，所以我们要开下去的时候要去找另外两个，要在时间内找到。所以我们要先去找到它剩下的位置再。没有，你也可以现在开，它好像会显示光标在哪边。哦，嗯，按了。没时间到，没找到。应该可以再来找，再去按啊。哦，好。你离开游戏了。我掉了。你们都离开游戏了，是谁的问题？其他玩家可以离开。我连线中断。啊，那直接退出吗？你也不见了啊。大家都不见了。等一下。网路 bad， 不是、啊、番茄这个情况是番茄断掉、欸，
那我点看看。有人的皮要关掉了、欸。我要相信他。好啊。那我要连谁的？邀请，邀请，内元安。来。来。来。我是很相信你啦，露诺。他不相信我。问哥，我摸摸肚子还痛吗？我为什么会肚子痛？他怎么会肚子痛？我怎么会肚子痛？我有肚子痛吗？摸摸有收到邀请吗？摸摸，我有啊，正在连线呢、啊。完蛋了，你的皮！我这边又要你的暴揍。哎、欸，我有说，我有说我被暴揍，原来我有说吗？周表，周表，哎、欸，哦哦，哎、欸，对，我写，啊，他真的进不去，哎，等一下，等一下，他还在跑，连线中。我以为，哦哦，好，等一下，我先把那个关掉。看起来是不行。等一下啊、哦，大家等一下。再一次，再一次。等一下。啊，卡米说忘记吃晚餐。有差吗？有啊，都来讲有差。有差吗？又还没有睡觉。烈雨晚上睡睡。我真的忘记，我还想说，嗯，我应该没有讲吧？怎么知道？吓死我了！OK， 粘不进去啦，完了。你要关了没啦？我关了。好啦，我再邀一次嘛。我关了。没有，但连线中第二次，坏掉了。好吧，看来我的周表可能是在我没什么意思的时候做的，还是不行吗？对，等一下，那我要重开游戏了。不是吧？我要看吗？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等一下，等一下，我按你邀请。那我们去露露那边看看。等一下，连线中我动弹不得。等一下，等他跑一下。再不行，就换你们来吧。毕竟是露露做的，露露没印象很正常。应该不是露露吧？那个时间点怎么可能会是露露？露露早该在周日的时候就做好了吧？被暴揍的体验中，嗯，有一点。马祖帮做的。哎呀，这主人真的不行哎、欸！那个到现在都周几了，还是一样不能那个连线，你们肯定要来，我来邀请。你要啊，你要邀请，邀请，邀。然后马祖就觉得说：“啊，这主人都不知道周几了，还没伸出周表，我来帮他做吧，娘。”然后就做了。你的哦，看到 WiFi 是红的了。我吗？没有，右上角 WiFi 是红的了。所以我是不是要重开啊？那我们都要重开了。好好好，重开吧。好吧，好欸、重开游戏，这游戏好哎、欸。你就不要开皮了嘛。我就没开啊。我知道，刚刚。今天不要开皮。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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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我要相信他。再给他一次机会。
坏了坏了，开箱饼皮，一样啊，一样的啊，他吃的是一样的，对。那款那个软体本身就是最吃效能的东西，真可怕！他在用你的电脑偷挖矿。谁？单身是411。啊，那换谁要摇？啊，谁要换谁？不是，先看看你的进不进得去吧。啊，去你啦，去你啦！你人你是女部，你还是人？可以加个主持吗？啊，那去你那边，去你那边，去你那边。主持是怎样？那个你是哪个你？那哪个你？女部还是人部的？就那个你啊，番茄的吧？这就是中文的奥妙了，龟裂一样啊！欢加入。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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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我现在我加进番茄的了、啊。番茄开始，先按开始。好了，你 PBA 开了哈。他会开，他一定要开。你刚刚不是刚刚听到他讲什么？再给他一次机会。你不可以不相信他。红白哟。没事的、啊，谢谢小胖五子梦玉，你看，阿祖真棒，我们刚捡完东西呢，我们可以卖东西了呢，真棒哎、欸！好哎、欸，谢谢露诺，让我们的东西可以卖。算了，那我刚刚瞧不起那些地上的，是不是？嗯，被发现了吗？亏的是我哎、欸！你再给他一次机会。真的，再给他一次机会就好。嗯，挂了。不行。怎么不行？机会没了。他进度条直接卡在那里不会动。直接没机会是不是？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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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OK OK OK， 可以了可以了。好了好了。十分钟前的诺147块，不要，死掉了，这就是浴火死的。哪里可以卖东西？刚刚那一边。那我去卖一下。这里吗？不是啊。不是。这个。哦，这把太贵了吧，要20000块。哇、欸哦，200块，买不能拿。这个是……哎、欸，我们刚刚根本没存到档，是不是？啊，根本没有存到档啊！露诺、啊、又可以再赌一次了，真的啊！来了来了，等一下，让我卖一下，让我卖一下，先不需要了，这个不要的，让我卖一下。嗯，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赌博赌博，来了来了，这里这里这里，好了，不要瞧不起这个100多块，哎呦，赌，哎、欸、他还是一样哎、欸，怎么掉了一样的东西出来？没有，哪有一样？刚刚还有蓝色，现在是变绿色哎、欸，所以是更烂的意思吗？我当时一样都是绿色的。我换个的时候。挺流行。哇。
欸，好欸。啊？修理师。捡到了一个400多块的衣服，这是好像。那两个这个欸。170节，200块，对我打得好认真，我还在地上捡东西啊，怎么有点快乐？你还记得那个字吗？那个台语怎么念？穷鬼的台语。善假郎。挂败。没有啊，我不会台语啊，我不知道啊。哎，这个地方就有自动储存啊，奇怪。我是这个打过了哦。哦，所以重新补打的话，只是武器会重新……哎，那这样子不对啊。照理说那个不会重新补啊。那我就真的是那个抽奖，不，赛季。啊。哦，也好啦，多抽一次哎。可是抽的更烂啊！没差啦，是我烂不是你烂，我就烂。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好玩一点的东西？还没12等，缺经验，快点让我升等。放这个，不要打。欸，他怎么打那么痛？欸，要死！你要迷途我，你看我太近了。哎呦！迷途画面似曾相识，没有吧？有吗？啊！安心，这没有水哦。安心跟我讲话。啊，你血条要没了耶。没事没事。哎呦。我喜欢玩吃鸡的。哦，你喜欢玩硬汉模式就对了。哦。你想要挑战一滴血是不是？有点厉害。哎呦！不要再揍我了啦！你是什么？欸，我到刚刚那个地方了。输了没？哇，你怎么这么大只？我要死！我要死！没事，地上都有一些在地美食，去吃去吃。对啊，你看这边很多红红的，这里。我发现了治疗药。看来还不想要这些水瓶了。啊。哎、欸，捡了！哎、欸，露诺又是亮亮，这里，来了，又来赌博了，赌！哎、欸，没有哎、欸，我没看到东西、欸，有哎，出来了，二，谁到二？哎、欸，有更好的，200块，捡。200块，等我一下。多少有只龙？这边来过了、啊，不，这边快打过了哎、欸。刚刚有宝箱在另外一边。啊。有很卡吗？我怎么感觉好像很卡？嗯，我说我的画面，
为什么大家？被卡亚告诉我哎、欸，哎、欸，我要去哪里？你们那边吗？对，来了，来了。有只龙在天上飞。你好像两分钟前讲过一样的话、欸。没有，这是不一样的龙哎、欸。你不要射我吗？没有。那个。好，你专门按这个，刚刚就是按了之后就断线了。我还没按，我根本没按，好不好？我根本没有按。好好好，你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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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去，全体断线。看一下哦。哦，他现在跑掉，对不对？我要把他捡回来。你看，光冲啊！冲啊！有个太远了吧？按错了。哎、欸。按一下，按一下。哎、欸，看。我都看到了啦，都好远哦、喔。捡这个，什么用啊？按一啊。哦，怎么可能啊？走上面啊！哎、欸，有人死了是不是？没事啊，拜托。UC 天才反应速度，岂能是你能骗的？我真的。哎、欸，有武器箱哎、欸，你先开吧。就感觉是要走上面了啦，啊，上面怎么去？啊！开了吗？开了，开了。那我们先捞吧。那边，走那边。那边有、哦，那边有骰子。毒，毒，要换人毒人了吧？他开播了，挂好了，已经挂好了。然后这边换人，换人毒。番茄上，好，我来，我来，我想说，怎么是看着我？就是你，哇，紫的哎，蓝色的，蓝绿哎，真棒！有个在那么远啊，另外一个我怎么没看到？更远。大地图会有显示吗？不会。怎么上去呢？屁嘞！哎、欸，要去哪里？啊，这个就算了吧，我们往下走吧。啊，不捡了。你要捡哦？看你们啊。为什么看不到在哪里啊？现在不见啦、啊，烽火台那个光已经不见了。真的？对啊。好吧，我们下去。好吧。没有了。这个啊，打不到了。我卡住了。还好吗？没事没事，我说我是被两杆卡住了，他怎么直接在我旁边要爆炸？哦，他瞬间移动，我的飞斧都会丢到自己，好烦哦！打到自己会那个吗？会冰冻啊！把桥放下来，队友加油打架，我在我旁边拾荒，旁边拾荒，武器箱子哎、欸，看见我了。还有吗？没有。还有吗？你看小地图啊！你刚不是才教过人家说小地图可以看？对耶！哇，好棒哦！这里就是教别人之后，我就会马上忘记。
哎呀！嗯。我们又有。大只呢？我靠！这是什么东西？他说很大只呢，那个棒子就打下来了。这里有武器，这里。他吃东西在笑你乌鸦是不是？乌鸦，我就说他很吵啊。就打过了。那个打过了。没有，继续啊，我们继续往那边。继续往下走啊。小贾，小贾，好久不见，有十天了吧？我一直，小贾是女生吗？是吧？女的啊，你看她胸部啊。你那天还跟我讲说你只会看人家胸部。嘎比安安。我觉得他很像男的，但是我想想不对，他声音配音是女生呢，这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哦，这我不是你的，我现在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什么叫只看人家胸部？我说你说我啊，那是你说我。哦，对啊，可是你刚刚的说法让人误会，说的很像我只会看。不是你说我都只看女生胸部。哦、oh, 啊，对呀对呀，四十吧，哎呀，玩错了，怎么有人数了？火烧，火烧，火烧，火还不是刚刚想保护一个么么啊？早知道，我没看到，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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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啊 ，no， 我躲，你是我活了，我要死了，我死了，哎，你死了。但救人不能开枪欸，对啊，要叫救人跟开啊。这什么炸药？靠，什么东西来炸我啊？那个啊，中浴火者啊。因为浴火者真是冷静点好不好？不要一直玩火。啊，冷静点，我帮你浇水。气死人了。真是的，那有人偷袭啦！刚刚就有个大胖子从后面背击我们，真的哎、欸。别跑了，小恶魔，别跑了！哎、哎呦！后面还有一只。
那个炸弹要捡哦。那个捡了。嗯。有怪物，有怪物！你好丑，你好丑！第一列变形怪，百变怪！哇，好多钱，好多钱，他好多钱，他好多钱！你怎么说他丑？他美呆了，他可爱好不好？他真是尊重，放尊重。他美呆了，最可爱的怪物。对啊，哦，百变怪最可爱了，对吧？变换喝水。哎呀呀！怎么要开始了？等一下，突然这样喝水，没礼貌，没礼貌，没礼貌。嗯嗯，放大招。这方面美极了，天啊！这东西能让我继续战斗。末日来临。看，有个白色我旁边纵火啦！啊啊！有人输了。哎、欸，你醒了吗？我在努力，我在努力了。开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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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雕像姿势。雕像就是你的玩家可能待机的姿势之类的吧？哦。那想说后面怎么有火焰的特效？对，我想说奇怪，我没踩到萤火上啊。我来看看。加油！而且我有了，你看要不要扔出来吧？我丢出来了。没有，先看我们有没有有在捡，没有的话让他捡回去。我丢了。对对，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在捡，有的话就是留着不捡。哎呀，我没，你有吗？我这个没有而已。嗯，这有吗？等一下，我那个没有啊。等一下，我看，我像我记得我这边有一个。啊、你手放上去就会。这给你，丢远一点吧。这个我也有了。啊、那给你啊，刚拿了一个，刚拿了你一个。番茄有吗？这个？这个我没有。好，走，走走走。走，靠靠。哒哒歌还记得没有？我现在不能唱这个。要唱什么？要唱那个。两只老虎。不是。一个包厢在这里。Hello。哎、欸、，Hello， 这里，哇，两个哎、欸，刚刚两个宝箱，刚刚有人唱两只老虎，就跳两个，来，三二一，啊，你按了，蓝色的200多块枪吗？我一直想换一把狙击枪，是狙击枪啊，好哎、欸，是你要的狙击枪哎，好哎、欸，太棒了，我看一下哦、喔，枪来解释，嗯。没人玩近战，没事。就完全是你自找。现在要唱那个，对吧？两只老虎奇怪版本没有，没有要唱那个奇怪版本，它是那个，要唱圣诞节的那一首。Merry Christmas, give me my heart。不是，其实那首不是圣诞节的歌哎。不是吗？不是啊，那不是他失恋写的，那是失恋的歌呢。是好危险。他那首歌叫做《去年圣诞》。他失恋的时候写的歌都会特别好听，特别好像都特别红吧？啊、嗯，没错。失恋歌手啊。因为你大学就听到《Merry Christmas》，以为是跟圣诞节的歌啊。啊、哦，没有，这是失恋。要唱《哈西雷索里哟》。阿德那尤里，是奇米哈拉乌，怕走路怕走路。好，没关系，我们今天目标就是学会这个，没有了，没有了，没有。有赛赛子耶，接下来赛。怎样？先打完的。200块，捡。你的队友们再打一个三怪。哦、抱歉抱歉，我好跳！哎、欸，好强好强！跳！不用、欸，不要追我，对你没兴趣。
那我有。没跳进去。你刚刚你带我进去哦、喔。不是你。不是我，对啊，不是我。啊死了。旁边还可以打、啊。哇、哦，好险！谁想把他尾掉？我差点没尾到他哎、欸。哎、欸，啊、哦，我想说帮你打，结果你已经倒了，殊不知。啊，不是要留残血给我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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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好心。可以在频道首页观看，不用看了不用看了，我们今年弄一个新的版本怎么样？大家不要再听那个耳朵坏掉版本。有骰子啦，这里哪里？我忘记了，我想一下，嗯，好像在这里边、啊，这里这里，哎、欸，你们是回去的路。在这里，然后完全反方向，去吧，路痴。哎、欸，我很认真哎，至少是路痴了。去了，我就记得好像在我的左手边。是啊，可能要左多一点边。没事，不怪你，不怪你，不怪你。看一下，我可以用那个了吗？嗯，十二等哦。对啊，十二等。十二等。为什么啊？我还在十一耶，还是不能死？哎、欸，不对，我也十一，我也十一，笑死！我差一点就十二了。猛哎、欸，梦见露诺。啊。十二等了、欸。你是不是有带什么经验加成的道具、啊？没有东西啊。没有的是。这个嘞，试试看这个是什么？这什么？啊、哦！你这把好酷哦，等一下哦，信号弹哦，是啊，继续射。没有啊，这个是不是啊？我刚才弄那个法哦，魔法哦，法对啊，没有，就这样而已。啊、哦，好像有点普通。对啊，没点点数，等一下。哎、欸，对，要点什么呢？我现在。有八点可以用哎、欸，怎么都没在点、啊？我不知道。哎、欸，我要先点什么啊？我想一下，肯定要点一点这个。我、那可以洗啊。哎、欸，有某位粉红色宝可梦开台了。我在挂啦、啊。去。他 NS 哦，他今天是 NS 的啊，他把那个 NS 的进度补完。哎，这是一个超又是一个大坑哎、欸！啊，大坑了吗？因为他 NS 已经自从 PC 版出现之后，他就没再补过了。他有玩，只是玩的没有那个啊，因为他喜欢看的就是伤害的血量东西啊。那这种东西也只有 PC 版有。对啊。看一下，自动补血。我先打。好。下面有一条龙。我又先打开了天，化身为龙。我看龙多。这是会滚的那个龙哎、欸。对。啊？没有，你队友。没事，你继续。你继续，你没关系，去看，两个队友倒下而已，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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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没事，有事，有人在停了，没有，怎么会停了？两个队友倒下而已。啊，怎么倒了？啊啊！你们怎么都倒了？啊，就我们烂呐、啊，我们烂到你看不了装备。啊，对对对，砰！我直接看龙在番茄的屁股后面炸，好爽哦！太浓。你的，我怎样？看而已，看而已，我又没有怎样。啊，我有说什么吗？你的兴趣怎样？怎么了吗？怎么了吗？怎样？怎么了？怎样？怎么了吗？怎么了吗？我应。啊！杀死飞龙25-50，哎呦！
啊，没做事，没做事。嗯，怎么会没做事？你的帮助可很大的了。哎，这里存档点。其实是什么声音呢、啊？怎么存档？什么声音？有一个什么东西破开来的声音。不是经过这个的声音吗？就是有个提示条跳出来啊，说这边是什么地图啊，哦、什么东西的声音、哦。就这个，哦，太久没听了，不好意思。还是你要那个噔噔？不要！哎、欸，遇到 BOSS 了，这样那个声音反而会让我更恐惧。嗯，往这走吧。五雷安安，等一下，有人讲我坏话。炸弹事件，爽哉！谁？不知道。打医生应该是有人想我的意思。没有，你感冒了。打我！救命啊！他就在后面。嗯，这里空间看起来很大哎，感觉要打架。哎、欸，那是王了，棒棒冰王。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那叫棒棒冰哎、欸。我刚想说这里空间这么大，感觉就很适合打架。对，确实蛮适合的。很适合单挑，他们一群单挑我们三个。瞬移了，哎、欸，瞬移耶，顺手开，哎、欸，打错了，哎呀，快跑快跑，这个是我，又不见了，他瞬去哪里？在后面，好了，十二等，十二等，还没升等。为什么？召集更多敌军加入我们的视野，所以你得拿着动干大的心去关掉大口虾。这是什么？我自然会来找你。只是六秒。包包爆了！我要开始扔了。对啊。嗯，九十几块，九十一块，啊，一百九，捡这个。有，还有没有跳舞跳不好的小观众啊？要被香蕉哥哥抓过去做保养品了哦。What？ 什么意思啊？很棒，香蕉哥哥。你知道为什么那些悠悠台的小朋友都那么会跳舞吗？为什么？因为香蕉哥哥这么年轻。对啊，你不知道。等一下，你不知道那，你这个是不是有点噩梦？那不是啊，这是他自己讲的啊。对啊、嗯，你说，我不知道哎、欸。跳不好的小朋友都被拿去做成面膜之类的啊。对对对，那你这个545块，我有呢，这个。嗯，我也有嘞、欸。你的540多块啊、哦，我的486。545块，这是他自己说的。冬瓜茶晚上他就很会闹啊。都有了吗？番茄，你这有吗？没，这个我没有，上哪去卖？545。没有啊，你有吗？你没有就拿、啊。这个我有啦，我讲反了，这个我有了。他很想要，那还给我，那还给我。那是钱呢、欸，那是钱呢、欸，阿奇，那是钱呢、欸。我不能用这笔钱吗？啊，好，给你啊，给你啊。好，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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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友情之证，友情之证，来，我们这样。我们的友情不止这545，好吗？我们的友情值多少、啊？没事啦，他用游戏币换台币啦。看一下哦、喔，好像要走回去了吧？要再跟那个小草帽交谈。小草帽是在哪里啊？到克劳山。147克劳，120，嗯，237钱。卖东西，给我卖东西。不是克劳山，不是这个啊。克劳山是这个地方啊，不是往前走。你自己打，你打开 N 地图，然后看本地传说都是克劳山哎、欸，哪里有克劳山？哎、欸，真的哎、欸，啊小草那哦，那我们直接传回去那个地方啊。峡谷吗？还是克劳之囊？圣怒峡谷啊。哦，顺便卖东西啊。哎、欸，等一下，
捡东来不及了。哎、欸，快点，露露，捡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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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钱来！快捡，快捡，快捡！有白痴，有白痴，先走。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想说便宜不想捡、欸、啊！不是啊，我们要等一下回去卖了。隔壁有贩卖机可以卖了，赶快100多块都捡一捡。啊，我没有啊，我满了。你满了哦，好好，那行啊，走走走，不用同行，给你捡啊，不用同行，快点按哦，按 N 传送，圣怒峡谷那个，圣怒峡谷，然后一按住，哇、哦，难过，玉安，怎么了啦？你都要传送了，不知道先买，先捡东西，因为我包包也爆了。哦，那还好啊。你在假哭什么？只是想要获得一点同情呢、啊。我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法术可以买。好喂，这把是什么枪？26000的魔法书哎、欸，好贵哦、喔！我们有人是审判官吗？哎、欸，你要不要可以连发的狙击枪？我这把连发，这把2.02发射。哦，啊，还可以散弹的狙击枪，你要不要？我不要。我是游戏最白痴的啊！你有看过可以散弹的狙击枪吗？有啦，魔物猎人啊！今天要等一下往哪边走啊？小草到底在哪？星星啊，蓝色星星那个吧。看一下哦，这边有大块都没有探索过，是不是？嗯，对啊，所以我就说这个地图其实很大。啊，听见吗？刚好金鹰珠在路上，顺便打一下。这是什么？哦，金鹰珠。29000哎、欸，因为它会随没有，它会随着你的等级越来越贵，你等级越高，卖的东西越贵。29000，感觉可以买一下来玩哎、欸。我是觉得不要啦，人生包包吧，我打得到、啊。我想摘花。去。是。摘花。那我们先去偷打。哎、欸，我的摘花去哪里了、欸？我是走反了吗？我、哦、没有，我没走反。不对，我走反了。摘花。没有，没走反。走后，退后。啥？走。嘿，不是都死了？我喜欢这工作。你可以打死吗？啊、哦，可以。我知道，我在帮你打。我已经被怪群死。哎、欸，他伸出来了，大致的。多多品尝。看要不要进。你好，你好，来了。你们在哪里？下面一点而已。哦，这里。奇怪，怪物会重生了、啊。嗯？怪物会重生了、啊，还是我们没有、啊、我们没有来过？应该说我们
这个地方今天还没探过，还是看当天哦。哦、啊，对啊，没有，本身也都会重生啊。我看到蜘蛛了。哎、欸，你们没有要捡这个、啊？咦、欸，那个？没事，我忘记我们吊起来的东西不要。我又捡到一个500多块的，我有的造型。你要怎么捡？跳过去了吧，要不然就是把下面打死了。我知道啊，这个要先跳天花板才能。赶快砸开它！拜托了。跳天花板。背面的天花板。番茄，我好像刚刚是被炸起来的，是不是？哎呀，嗯、我先回去，好危险，好危险。嗯，不用啊，打破了。嗯，要去哪里？哎，我差一点，跑酷，跑酷。嗯，挑顶挑顶，屋顶，这样。我去啊！要跳哪里？嗯，有。好了，捡不到。哎，他打我，没有想快换。他也想成为他们那样的特殊人才，像我这样的家伙。炸弹跳。我说他已经很特别，可他嘲笑了我。他太想谁？你看到谁炸弹跳？我的脸哪有那样？乱讲话。你说你在射的时候嘴巴张开啊？对啊。乱讲话。乱讲话、啊！终于死了，死的太惨了。哎，大只的哦。他只要翻一圈呢，好笑。怎么了？骰子！我想说，骰子！哎呦，那个会飞嘞！对不起。鸟是不是？这次是鸟还是龙？鸟。你被他打死算了啦。是鸟吧？它最后一个字叫什么？龙猿飞 鸟。好。你说它叫猎鹰飞？龙啊，所以应该是鸟吧？我们打的同一只吗？我叫龙猿飞龙哎、欸，我的叫龙猿飞龙、欸。没有，是我是在看后面这只绿色的，有飞鲨，有鲨鱼哎、欸！哎、欸，变形怪！哎、啊，那里？房间内，小可爱！哇！快乐！快乐！哎、欸，金色的造型我有了，然后丢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好啊，这样来丢造型。哎呦，粉红色的鲨鱼。先丢一个。这个看你们谁没有，谁没要？什么叫谁没要？谁没有？这边两个，这个我没有，有了。这个我有了，这一个我有了，这个你有了，你很诚实哎、欸！哎、欸，这两个我都没有，好爽哦、喔！我要拿去卖。我这种啊，你要这样是不是？没有，不要。OK， 我知道。不要，请不要当这种人，不要当这种人。他好像看到上面有个骰子是不是。你想要这种就说嘛。OK， 我可以满足你的。梦见露诺，你很诚实嘛？那请问我的金斧头跟银斧头该给我了吧？那来，你真的要丢斧头？
没有，这个会弹诶、欸。哎、欸，好酷哦、喔！你要吗？你要这把吗？不用。你玩就好，你玩，你玩。好好玩玩，好诶、欸，好诶、欸。往这边走。啊，自动导航，怎么了？气氛对了，气氛对了。对吧？气氛对了吗？气氛对了，气氛对了。小吵闹，请记好它。边缘禁地的吉祥物就是它。我来看看，我来看看。叫小吵闹。冲啊！这只啊、哦。嗯。它在看我哎，好可爱啊、哦！按了，按。朋友，你来的正好，我这儿有个超适合你的工作。我说的适合是指愿意进行辛劳且危险的工作，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啊、超适合的。微薄。说来听听呗。这个绒毛铁匠东锤大师出去送快递了，他让我来。啊，宝可梦睡觉了。魔法装备，问题是，我只会锻造假简历，其实我根本不懂怎么。我今天就。就，咦，我大师的吗？我看一下。拿起十字镐。对，拿。挖矿喽！挖矿啊！喽，哪里？正后方，正后方不是这。门前乱带路。这里，这里。感觉就要打架哎。对啊。哇。喂。哦。怎么奇怪的枪啊？乱枪应该很适合在这里玩诶、欸。没有，那个矿洞里。哦，你说在宰相哦？对啊。哦、这个宰相很适合你去吧。让给你了，让给你。没有没有没有，不适合不适合不适合。不适合吗？嗯，不适合。这会弹应该蛮适合的吧。要抽矿石，然后捡跳下来的那个东西哦。我没。啊，死掉了。鼠没啊，鼠掉了。鼠掉了。哪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你看，露诺又有人不放过你了。啊？哦哦，你说你是中文那个？对耶，你还没弄哦。对啊。哦。装备。可以装两个戒指啊、哦。哎、欸。为什么你可以了？被骗了吗？没有没有没有，被骗，我被骗。哦，地板掉两个矿物、欸、嗯，我装对戒指。那个放在无名指上还是？我已经剪完了。嗯，好。好了，你给我去睡，卡比兽。怎么了？想害我？啊？没有。我在捡地上的东西，你说我想害你？你这人，你这个人不要那么敏感好吗？
打傻晚上睡睡，你说谁是宰相？是宰相，不是宰相。宰相，其实是一样的吧？宰相，一个是知跟知，一个是知。来，你继续。知跟知啊，怎么了？好。怎么了？没有啊。怎么了？没有啊。我怎么了吗？没有啊。你发音很标准啊。知跟知啊，怎么了？不一样啊。你怎么意志？我没意志啊。意志。什么意志？楼上有两个武器箱。楼上是。左边，这里。喂。不是那个，我刚看了一下，我要猜猜，这比较好玩。你猜啊？猜。是。哇，两把剑，大剑呢！天啊！吃饭，这个戒指是吃饭哎，太可爱了吧！哇，紫色的，终于。哎，谢谢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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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你太棒了！哦。好绿哦！什么好绿？装吃饭。哎呦！二点游戏天才，他敲东西了，要敲叫你敲，来看他敲。这个给你了。你看他敲啊，给我什么？哎，弯道。那给我什么？你把他敲成白痴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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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他手速超快。你哦，我去上面捡，你去下面敲。啊、哦、好。我想说你要再捡再找一次，是什么？摸摸来下面这里。没了。你看噔噔噔噔噔。国产。你直接按的啊、哦？你没看到他敲、哦？有，我看到敲。哦。为什么变成国产了？广智。哎，伙伴伤害，谢谢你，这很棒。我就不知道，但一直都挺盼望，所以这个装备在哪儿，哥们儿？不要用说这个，啊、哦、不是，差点没听出来，什么意思？你说我的知跟知吗？对啊，一样。请问是野原广志还是野原广志？野原广志啊。啊，怎么意志？怎么意志啊？对 啊, 啊。怎么意思？怎么意思？对啊，怎么意志啊？怎么意思？什么意思？哎，来，再来。什么意思？没有啊，没事没事，你继续。好。很棒很棒，不用改。这是外来语。我感觉我被没有，你被谁偷凑你？快去跟他母太郎小胖说，他们去找你。甩锅！哎、欸，你怎么打了？打这不是吗？啊，有人没有跟上啊！哎、欸，怎么还有人没跟上？哎、欸，你什么意志？哦，你这个渣男！我就渣怎么样？走吧。没事啊，我跟在后面看戏啊。那这次换你先下去 ，please。怎么不能把对手推下去？给我下去！快点，我拿枪在你后面。不会摔伤啦。就，哎，没敲到他，走。哎，会煮。快，要不要？他是 get 的。卖呢！迷途苦大赛，哈，没事乱叫。哎、欸，那个飞呀、啊，飞回来了！妈的，怎么有人在旁边偷射啦？你们这边底下没安全脱吗？我哎呦，会打到自己吗？好像不会。哇吼！刺激！回来了！按不了。
快跑、哦！你这边会炸哦。嗯。我刚刚看你这边红红的，想说担心你出事。没事啊，没事啊。没治好，没治哦。没治，没治，没治，没治。没治，没治。兑换喝水。等我一下，好，可以，可以，交给队友，队友加油。这么远我就射不到了，我已经没有狙击枪的子弹。蓝蓝的。萨拉曼达，你怎么在这里？啊，你是鲨鱼哦，我以为是蜥蜴，抱歉。不是他的爬行方式就很像蜥蜴一样。你应该说我没有看过鲨鱼在陆地上爬的。哦，挖飞起来！快把他的东西捡走！哎，瘟疫召唤师，哎，这你的？哎，我的什么？你的酷酷终于有可以给你的东西了，等一下哦。你先捡起来，反正你的啊，要卖要怎样就你处置啊。萨拉曼达，鲨鱼的鲨鱼。看一下哦，你剪一下，我去看一下有没有骰子之类的东西。哦。瘟疫哇！我把戒指拿出来了。啊？什么？戒指啊！我戒指。让露诺来看一下这个可爱的手手。哎、欸，哪里？这里。来了。哎呀，这是手表吧？来，把它拿出来吧。你刚说戒指，任务说是戒指啊，没有，这个就是那个啊，是游戏最好玩的地方啊，它就是剧院说什么，这就是什么，好吧，好吧，剧院说这个是不求人就是不求人，怎么看字都在歪头，没有啊，没有啦。没有看错了，他认真看东西，嘴巴不是会违章吗？我就算不认真看，我也是会违章啊。我怎么现在开皮，我嘴巴也是张开的。啊，那里要怎么过去啊？嗯，我看看，我看看。啊，可以跳上去吗？会受伤吧。我过来啦，走了。Team， 这里哦，没捡起来。怎么了？这个有人屁股烫到了。嗯。啊、哦，我以为是中间那个。哎、欸，我觉得刚刚、欸、他叫鲁诺哎，啊，他叫鲁诺，鲁诺完全被冻成冰块了。鲁诺，你走在这，鲁诺，
乔鲁诺乔巴纳梦见乔鲁诺。哎，怎么了怎么了，小老鼠小老鼠小老鼠。这个小老鼠真的太强了，我想屁股着火，啊，屁股着火了。现在我们要回去卖东西，东西捡一捡，卖东西。好。很。什么？怎么了？对呀，小老鼠，小老鼠，小老鼠，很强啊！米莫安安，米奈，真的太强。那好，回家。船在哪？直接传送吗？对，圣怒峡谷。圣怒峡谷，好。买东西哦。好，买东西。我觉得刚刚那个我用不到哎、欸，那个谁的手机？不知道。什么手机？哦，我的。那是卡比说要睡觉了，我们回去扩包包好不好？可以回去吗？可以啊。但是，那边也可以卖吧？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去那边卖就好。等一下啊、哦，你们现在按，然后按 F、世界地图。地图。我选错了。然后选亮皮城。可以吧？然后按一。快速传送。对对对对对。有人正在选单中，露诺正在选单中啊！他讲的啊，他讲的不是我。喂，你刚刚不是说按 M 吗？我跟着按 啊。对啊，对啊，对啊！啊，我只是跟你讲，我们看到的画面是长这样。怎么我又在选单？好奇怪啊！阿姐姐，你是不是不想打露诺啊？露诺是你的谁？是那个是我的艺名啊，我艺名啊被你发现了。原来你艺名是这样，是不是？所以你要打你自己。我等一下我打工的身份啊，打心酸打工画面流出啊。先去那个吧，随便卖一卖。然后，哎、欸，你在哪边？啊，过宝宝的地方。哦，那你们很棒。过有27000耶。差不多啦，等级越高。对吧？反正等级越高，拿的东西钱越多啊。是没错，好，没钱了。81000升不了，我要去卖东西。哪里可以卖？那边那个位置，那个位置。通啊！这里，这里，这里。很熟嘞，熟门熟路的番茄。没有，其实我也忘记要在哪里了。这里，这里。熟门熟路的呢。这里只是我家的庭院而已，好不好？公道价吧而已。哦，你家的庭院是不是有点大、啊？我也完全升不了哎、欸！天哪啊！鬼桑桑，鬼桑桑。我发现这个雕像师是我们本人吗？好像不是哦。我要死。嗯。哦，我去厕所。好的。然后我们去酒馆去领那个，看看有没有东西没捡到。你来我这。等一下，我还在卖东西。哦，好。
有哎、欸，我有很多东西没捡哎、欸。哇，紫色的、金色的，哇！哦，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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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伴伤害，深深晚上去睡。一夜愿安。来看一下这些是什么。好帅啊！弹响指，弹响指哎、欸，我是那个吗？那叫什么？扎诺斯哦，扎诺斯，对对对，萨诺斯。酷哎、欸，你这里有，我呢？哦，回来了，翻回。突然发现，原来冰枪打地板也会解冻。白痴，第一天就有人差点被冰死，你还不知道？哦，对，还笑你耶，哎，来这边，这边，先来这边，先来这边，先领各位没有领到的东西。我看一下，哦，哇，这好帅哦，但是我没有很喜欢，换回来。拿去卖，两个金的，三个金的，来了来了，这个我有了，看你们谁谁没有，那我也有，繁星呢？有啦，那540我拿去卖了。三个金色，两个紫色，一个蓝色。巫妖，你他妈哭妖！我说巫妖，我讲话我这么不清楚吗？没有啦，故意的。哦，这是什么？捡起来。哎，好像你可以用的。嗯，什么？我看看。嗯。啊、我多卖一个东西，我卖什么？买回来、啊，买回来、啊。哦，对，可以买。我多卖了什么？真的是在哭腰哎、欸。是吗？用得到吗？哦、不用不用不用，拿去卖拿去卖。我还有金色，什么哭腰？巫腰啦！那这个跟这个嘞，这个我都有。哇，37000好，我也都有了。其实好像不够钱，可以跟朋友，可以跟队友借哦。对啊，我也都有了。问阿茄吧，希望阿茄都有了，对吧，露诺？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怎么会呢？好可惜哟、喔。口上说是怎么会，可是内心其实想拜托你有想卖钱。我最讨厌你这只敏锐的兔兔了。抓去抓，该抓去那个。有了，有了。哎、欸，露诺，真的还假的？露诺，那去卖的露诺，真的真的真的，三个都有，三个都有。好，那请问刚刚第三个叫什么？我没看，我只是看乙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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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悠悠。嗯，啊，再丢出来，这干嘛丢出来？都有没？真的？他在炫耀，哎、欸，这是我的钱哦，哎、欸，这是我的钱，这是我的钱。
是我的钱哦。这三秒钟你不捡不捡的话，就会变成我的钱了。兔兔梦梦，晚上去睡。好，哪里卖？我有啊，往我这走，往我这走。好，看到。好了，去买吧。开钱哦，终于赚一点钱儿。然后擦个眼睛啊，我要去买眼药水。是之前你不是一直说到现在还没去买啊？哎，之前是多久以前？好几个月前哦。哪有啊？有啦，你那时候要去买眼药水。那时候玩什么游戏啊？忘记，忘了。那、啊、就是没这回事啊。我真是。哎，这把蛮好玩的。好，可它换弹好慢哦。对不起。换，闭着眼睛揉眼睛有画面。啊，没事。哎、欸，不要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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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哭了？因为我刚刚逼迫你说你拥有吗？不是，你刚刚叫我哭腰。我是说巫妖。这边会有一些，没有，这边也会有一些边边角角。这边到时候这边有支线任务还是什么的？记得。这地图很多支线任务可以玩啊。玩不完，对啊，我现在就是捡钱，捡钱，捡钱。我们现在玩的只是冰山一角，嗯，真的是冰山一角。好了，哎、欸，怎么了？骰子？嗯，这边居然有骰子？这边有啊，这边超多哎、欸，有些还要跑酷上去的啊，有的没的。嗯、那边怎么过去、啊？走啊，嗯、走过来的，走的绕的。哪里啊？我怎么没看到骰子？我眼瞎了吗？你眼瞎、啊？胆小的我！哪有骰子？超级眼瞎！滑铲，滑铲，滑铲！啊？没事。没字，没字。来了，来了，来了。就是角落那边。你为什么跟他讲啊？亮亮。那个角落，那个角落。亮亮。我躲好了，我躲好了。你看、啊，谁？我猜了，你这边有20个，我们只能拿4个。嗯，是。有一些还要后面的任务才能过的地图。那什么？走喽，走，传送。世界地图。哎、欸，要怎么去？点克劳山，把那个，哎、欸，我点不了哎、欸。查看区域按一。查看区域。老爷爷晚上睡睡。没有啊。先把那个指标点到克劳山，然后再按一查看区域。啊？哦、啊。那不让我们过去啊？可以啊，我可以、欸，我让我过去了。峡谷我不行，克劳之脑我可以。啊？为什么？我不知道，他不让我传送过去。欸、真的哎、欸嗯？那好，我们从克劳之脑走过去吧。好啊，你走吧。是不是只要一个按就好了？其他人只要主画面就好了。我不动了，我不动了。我关掉了，你动，你动。我乖乖的没有开选单啊！我知道。走。你怎么这时候这么乖？我想说每次都是我在开选单，我这次就完全不开、欸。我拉不了，我动不了、欸。哎、欸，你都怎么移动？哦，有了有了。嗯，一，有吗？我有了有了有了。Again，Double，Again。在走那边船上看啊，啊，先卖东西再传。不是卖完了吗？我刚刚不就捡箱啊？你不是捡骰就捡到新东西？哦，对，这边有个卷轴，我们竟然没有看到。老太郎啊、哦，那个应该是有捡过啦。哦，捡过，然后我们回来之后又刷新了，对。啊，那我先过去了。
小时候都过别人家。圣路峡谷。对啊、欸，我们现在可以传过去吗？可以啊，可以啊。我在想说应该是入口啦，只能先传入口、嗯。了解，就先传入口，入口进来之后再传里面就行了。哎、欸，自。我们现在该何去何从？冰冻在哪裡？去右转啊！冲啊！哎、欸，是这里吗？我是走反。控制。好远啊！他在这里。冰洞在哪里？怎么这么远？我们正下方。走不下去了，感觉要从这里屁股。你又讲，你又讲屁股。对啊，从屁股走啊。好，打屁股。快缩圈了，缩圈了，缩圈了！2020需要20。有龙。拿新枪来玩。你我以为你要弹箱子哎、欸，你不弹个箱子吗？可以啊。哎、欸，箱子好强哦！箱子好强哦！我才跟你讲说，你还没体验到这游戏好玩的，还没。这里感觉要打架哎、欸！那这里是我们刚来的地方，不是吗？对啊，我们是往前走，有、啊、理他。什么？哎、欸，等一下！哦，锤头鲨，我想说怎么有一只色尾，而且长得又不太一样。要死！不要来！我跟你们一仇！我们又一只。欸、他会潜在地上哎、欸，酷哎、欸！脚塞、欸。钱，每次看到颠茄都在想到你，完蛋了，一模一样的字，颠茄，颠茄，还有谁叫颠茄？嗯，太猛，太奇怪了，把枪。继续，黄梦剑怒诺，对，没错，你很勇哎、欸。吓的，吓死我！没事没事，应该没看到啊，没事。这里怎么亮亮？在闪。要敲他。吓你好可怜、欸。你们回头看一下。哎、欸。怎么了？又塞一只哎！笑死！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好阴险呐！太阴险了吧！919啊！那什么？迂回。嗯。哎、欸，这是番茄的吧？来，番茄。这有我的衣服吗？可以不要给你了。番茄的职业是什么？魔哎、欸、魔魔什么魔射手还叫什么？魔射手啊！谢谢。啊！我要锤了。嗯。锤了。我们还有一些矿石没有找到呢。很怪。出怪了。出怪。好混乱，好混乱！
我魔法冰块。定啊，我要先打完全部的，他是这么说的。哦。冰霜哥比。哦，你就是鲁诺哦。被冰冻的鲁诺。哎呀，我在这里打狗被你们发现了啊！哎呀，真是的。鲁诺，紧紧。最后一天夜班，好啊。还少三块。凯凯上班加油，出门路上小心。什么卤肉？鲁诺。什么卤肉？梦见卤肉。你。梦见卤肉。啊！你在后面呢，干嘛啦？回去找小草闹，冲啊！是不是用船的比较快？没有哎、欸，一样哎、欸，好吧，用跑的。哎、欸，不是用什么？真的啦，我以为用传送会比较快。看了一下，才会讲，还肯定讲出这种话。他在哪里？其实我也不知道。直走。梦见卤肉听起来不错吃，哈。还是要蜜饯卤肉，不要梦见蜜饯，好不好？笑一笑，腰好痛哦那样。我昨天被一个人打到我的腰，痛到现在。被一个人打到你的腰死，对啊，被一个人打到腰哦、喔，真的假的？不是你侄子哦，椅子啊，他们椅子啊，你侄子买东西没有啊？他们现在不会来了。哦，那你终于安静了是吗？对啊，很爽哎、欸。那所以谁打你的腰？在超市。不认识的人，哎、欸，算认识的。哎、欸，等一下，你跑去找小草闹，啊，我们在卖东西耶。我不小心踏进去，我想说在门口等你们。哎、欸，等一下，我看一下去。这个。变漂亮了哎、欸！啊，现在等那个另外一位过来就好了。等一下，卖东西，卖东西。你慢慢来，你慢慢来。我知道你们要 shopping 是最久的，没关系，慢慢来。哎，这个好哎。但起劲的流程要扩充宝宝。卖东西不是买东西。没问题、啊，等我一下，马上来。我来看看你有什么漫画更新了。鲁诺莫加奶，鲁诺不宰，鲁肉，鲁诺莫加奶，鲁肉，鲁诺一点都不宰，不懂，怎么办？讲起来好心虚啊！我来了，还是这取 ID 叫做蜜饯卤肉。好啦，好不好？等有机会取 ID， 我就取蜜饯卤肉。好，有啊，很多哎、欸。现在还没有啊。DC 可以先改啊，那、我要改什么？哎妈，我要叫什么？你叫滇茄。滇茄。三杯滇茄怎么样？火。你进去去摸 啊，摸这个啊。摸哪个？这个。做这个、喔。对啊。哦，我要帮他放，是不是？对，你要帮他穿衣服。还有那个戒指。哦，所以他要我们去抢人家的东西，帮他做装饰。OK， 我懂了。小学徒简直是大师之作，也就是本人这位大师，因为这些全部都是我做的，
别人做的哦，说是自己做的。打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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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哦！哎，这不就是滴滴金币钩吗？哎呀，不要追我啦！我对你没有兴趣，谢谢你，谢谢你，是我谢谢你，这这么。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感谢你特别邀请，真的是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免疫。那旋转之后打他子弹，子弹会反弹哦。哦，好。你把他箱子弹死哎、欸，好强哦、喔，萨诺斯！你没看我名字有个诺字吗？真的哎、欸，被你发现了，萨诺斯，请留我活口，谢谢。萨萨萨，啊，所以你要叫什么？我们有三杯颠茄，有叫三杯颠茄，不是颠茄卤肉，颠茄是这游戏的名字啊。我们要有菜的感觉啊，好吧，所以要加个三杯。那我要叫什么？嗯，麻辣兔头。哈哈哈哈好笑吗？卤肉，卤肉真的很好笑吗？卤肉。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很刚好提醒你一下，卤肉。哎、欸。啊。这边有两个兔控哦，不能拿兔子开玩笑。嗯，那我想想，我想想，完蛋了，完蛋了，我们现在同一阵线。我想想，我想想。啊，你有什么食物可以答案的名字啊？不是这游戏的名字啊，也可以啊。没有啊，就是。那我又不是卤肉。卤。他是卤诺。爸，啊，我想说蜜饯卤肉比较。是要跟他讲话不是吗？啊，那其他去啊！跟他说话，刚跟他讲话，他这游戏吉祥物，凶！拿你的棒球快滚！太凶了吧！喂，喂，支线任务啊！哦，这是支线哦，这是支线啊！哦，以为是主线，没有啦，主线我们现在主线是要去另外一边啊。那时候说等级不够啊，记得吗？对耶。哦，对对对，我们现在缺缺等。等一下哦、喔，我怎么换任务啊？等不了哎、欸。Enter 追踪任务。Enter， 我追踪任务。你不是要追踪任务吗？不是，我要换任务，因为我们现在他任务变了。日志吗？日志哦，在日志里面自己选。主线任务是复仇吟游诗人啊。那我们要继续解支线还是？你要现在就是离开这边吗？我是无所谓，给你们做决定啊，卢诺。嘿、hey, ，我都行啊，可以。那我们去打一下主线吧。等级够了吗？够了，十二等了。那就走啊。繁星应该也十二了吧？十二了。十二等了。十二了。走啊。可以啊，走了。走啊，走啊。那先走那个啊，走直接走出去就好了。那个啥，往克劳之囊。去克劳之囊卖东西，然后我们就。对。这张图啦，的入口。好。好、啊，找宝可梦。说好。对啊。找宝可梦啊。有只无聊从我面前飘过去。这个可以卖。哦，他就是怕这边忘记要过来，到最后这边忘记啊，对你还有这个哎、欸，
啊？有个任务在这里，非暴力犯罪，没事。好，好，我说好，好什么？好了吗？好了，好了。啊，你还没来啊？我们已经到路口了。在走了，在走了，卖完了，卖完了。应该直接传送就行了吧？我们要走过去啊！你要传去哪？传去主世界啊！你好像比我会玩，应该听你的。没有，没有，应该听你的。不用啊，不用，听你的，你有经验，好不好？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你最棒了，你最棒了，你最棒了。太恶心了！你不是第一次嫌我恶心了，我没关系的。宝可梦啊！主线在哪里？这个吧，应该这个吧。我看一下哦，打开地图，日志，复仇的吟游诗人，对，这里啊。这边很鏘哦，很像吸毒的地方哦。看得出来吧？我要继续吸大麻是吗？迷幻哦。说什么大麻？说十九。好。咦？我还以为所谓的阴冷之地会刚很暗，再又亮。阴冷一些。冲啊！好吧，行，刹那间树木全都枯死了，然后树木腐化的树枝。这太突然了吧？有没有？就是这样子，树木变成香菇了。我需要一个阴冷评级，你得给阴冷打分。老实说，应该给阴冷。然后一堆会。会冲刺的香菇怪。那好，弗兰克家的人会说起码有五星。居然真是又阴冷又诡异，像是被埋进了坟里一样。看看，我怎么记得以前没有中文啊？语音啊？语音？这没有任务。哪里？嗯？这里。那、你怎么先走去那边了？嗯，没有，我就想说这边看到一个金蛋号，我先走过来了。主线在那呢。那想也知道，一定是那边啊，北七哦。哦，我先回去看一下那个有什么。没事，我看看而已，我看看而已，不用跟我来，不用跟我来。不要，我跟你过去。走开啦！没有东西，没东西，没东西。杰凯，我要背你了，杰凯，有点，怎么了？怎么了？没事，没事。我直接去看。女生说没事，就一定有事。对，去看他聊天室。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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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他说不要就是要。哎、我跟你讲哦，图奇，你乱打字的话，很容易被 ban 哦。对，图奇要小心。有人只是可能打个屁股而已，也被 ban， 永 ban 哦，他是永 ban。我就很知道他。哎、我接咯。接。哎。喂，快点，快快快快，百变怪，百变怪。百变怪是开宝箱开到的啦。百变怪，百变怪，听你说话哦。你有金色的？哎，这个我有了。我也有了、欸。可是五岁岁怎么笑得那么开心？不是小孩子的那种无聊笑话吗？就跟屁股大便一样吗？哪
掉了。哎、欸，他这是什么魔法术？对，看起来很强哎、欸，29,000好贵啊！我可以升背包了耶！你要先回去升吗？这个不是80,000多吗？你80,000多、哦，55,000多哎、欸啊！我现在82,000了，可以升。那我们先回去升吗？好啊。好啊。嗯，一个人按就好吧。嗯，一个人按就好。这样就是突击第一个背，我不知道突击怎么背。你看点鼠之哦，对啊，点鼠之节，没有，现在是走时节来走。然后我选量提成，等一下。哦，量提成。噔噔，请今天晚上睡睡。晚上睡睡，九呀，六呀。嗯，前面有个惊叹号。怎么变多人了？怎么变多人了？嗯，惊叹号。对啊，接一接。有三个哎、欸，不接啊，没关系，因为你看，现在我接这个任务是因为我们已经刚刚解锁那个地图，啊，可能要去那边帮忙讨伐 啊，可能找人家老公回来呀、啊、什么的，啊，对吧、啊？所以就是只是路过，顺便帮他们解决掉他们的问题而已，对吧、啊？啊，抱歉，你按了什么？没事，嗯、啊，没有啦。没事没事，那个随便按，存档不要一直按啊，存档没 CD。我去！啊？怎么了？你干嘛？你怎么了？你按错了什么？嗯，没事啊，没事啊。那你叫什么那么大声？对，你怎么叫那么大声？没事啊。没事，就是乖乖说出来你刚刚做了什么好吧？没事啊。没事，怎么说没有？哎、欸，我，你怎么想？是真的没事吗？对，没事，嗯，说出来太丢脸了，不想说。第一次用突袭，没关系啦。哎，那你可以买背包啊，这里，我这里，铁匠。金夏的五岁岁，对啊，你这是什么东西啊？要上路，走错路，嗯，说出来太丢脸了，真的。我要看回放，不要喝了，老钟，晚上睡睡，午安，现在是你的午安吗？哇，路诺你有81,000哦？对啊，我有现在8,000，对啊。为什么那么多？我一直捡，一直卖，一直捡。我不是我也，我们也是啊。我不知道。那应该只有提升包包，没有提升其他的东西吧。哇，24,000！差不多啊。好。太贵了吧，这包包。我剩79,000了。没事啊，我走啊。嗯。你是地下管道？你要探吗？你要探，我等你啊。不用了，走吧。那地下管道也不知道找多久才找到的。同行。啊！你哪里？我喝个水。咦，好，
你在那边嗷嗷嗷。原来是炭治郎，什么炭治郎？我觉得这个香菇有自杀炸弹客哦，会冲过来爆的那种哦。哎呦！太帅气了，太帅了吧！你说地板上面到处穿来穿去的吗？对啊。我呢？你看他已经比喻成这样子，这么分析这么细的话，那一定是他啦。哎、欸，这个我有了，你看见吗？哎、欸，怎么用蘑菇是从我这边长出来的？他们会一直生，我记得啦。哦，那这个啊，原来那东西会爆是吗？救我！救我！救我！你知道多痛吗，露诺？知道了吗？都很不必连我一起都体验了。不是啊，你靠他那么近，我吃醋嘛？没有啦，乱讲话。哎，又生了吗？那个我有了，那个我有。那地上那个，这两个人真的是我离远一点。不是，我是说我吃你的醋，不是他的醋。然后算了算了算了，你离我远点，好好好好，也好也好了也好了，怕被误会。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在一起啊，我离远一点。那么我过去你那边。等一下，走开，离我远一点。不是小铺很上睡睡，木字。哎，走这里。等他们靠近就还啊了。走这边。好好好。嗯、我知道，我知道，我懂你的意思，我懂了，我懂了。懂了，懂了。走啊。走啊。等你啊。走走走。要保持行车距离。嗯，真的快走啦，回头干嘛啦？那对我塞钱怎么办？你的招很拽哦。他那个是就是地板上过去啊，还会散开，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厉害，而且气力又快。僵尸蘑菇是什么？嗯，上面有个地洞的符号。地洞。对啊，这边上面有个地洞的符号。嗯。没有，那个是外面的图啊，哎、去主世界的图啊。嗯。哎、欸，你们看了没？那个，那射不完了、啊。嗯。你有没有记得这个叫什么美人？魔美人。啊，你没有看那个蓝色小精灵？对啊，这边的蓝色小精灵长这样，这是红色小精灵。对，这边的魔就改成小就对了。它的蓝色小精灵不是什么小聪明、小美人、小调皮、小捣蛋什么之类的。对啊，这边的就是把小改成魔。魔自恋魔精灵、懒惰魔精灵、虎烂魔精灵，对不对？小懒惰啊，小虎烂啊，好笑。没有，这就是小蓝色小精灵的故事。魔神彩，真的有骰子，真的有骰子。那里有骰子，这里。哎，他叫哎，他叫我刚刚看到一个虎烂小精灵，对吧、啊？小虎烂啊，魔虎烂，魔虎烂。嗯，这里啊。165块还行啊，190赞。那边还有个骰子。哪儿啊？好的，花瓜。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觉得我等一下一定要离路诺远一点，我不管怎么样。哎、欸，然后看，现在这个蓝色小精灵才是坏人。啊，蓝色是坏人，好。对。那里还有骰子，这边桥边桥边，来了来了来了，
不要离我这么近啦，真是的。要输了，要输了。看谁开？哦，到了。露露开。我开。你开。好、哦。哎、欸。请开一个金的给我。太难了。有啊，开什么那个？开一副给你。有刚好像有一个，看一下。那个，嘿，这里。走掉了，我有啦、啊。番茄，这里、啊、我有了，你有了，你有500块了，你有500块了，嘿嘿。你该不会是靠啊？之前我都有的都给你们的啦。啊，有没有可能？基本上都吃掉哎、欸。对吧、啊？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有。哦，也没有啦。这是箱子吗？是，这武器箱。来，好恶心哦！好哦，它长满了蘑菇。啊，花瓜，没错，没事。哎，这个也是小小的箱子。这里。这个箱子怎么不像之前那种很明显？一般的那个，如果开起来是一本书啊，这边也有。啊，三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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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射手不使用枪支跟近战武器击杀六名敌人。魔老爹，魔老爹在哪？这个。嘿。杀掉自己的同胞真他妈痛心，这个你们捡了吗？真他妈痛心，捡啊！魔大学家之前正在研究解药，没了，但他被老巫师割了。226块。在哪？在哪？箱子里有福利点吗？没有。能麻烦你去保护我的今后吗？到假哎，假鼻庙啊，那个坏人叫假不庙啊，假假装很不妙。没有啊，他真的叫假不庙啊，一样的假。啊，不是说这个现在这个是致敬任务，致敬蓝色小精灵假迷妙啊，一样的假，对，一样假，假鬼假怪，假不妙。天啊，这东西还会长在天花板上，也太恐怖了吧。哦，走这。太帅了吧！你们技能怎么那么浮夸啊？我在干嘛、啊？我技能呢？进去，嘣，自己死。要说你的手榴弹呢、啊？你的魔法好帅哦！我全部都顶在魔法身上。我也是啊，讲的好像。我的巫妖在干嘛？你巫妖不见了。看看哦，这个角度。24岁是个大反派，假鼻尿。哎、欸，不是28岁吗？
是吗？谁？不是三十吗？啊，火焰魔法师、那個、不是啦，今年才28吧，我记得。他住在什么郊区的别墅，每天早上，哎、欸，每天八点前睡觉，睡前喝杯热牛奶，然后会做伸展。你在讲谁的故事啊？吉良吉影啊。哦，我想说住在那个边边不就是黑杰克啊？可是，嗯，怎么听起来不对？吉良吉影。对，我后面越听越不对。385块，赚，赚了赚了。到时候来看一下385块是个什么东西。哎、啊，这样看不了、欸，会数人。哎、欸，蓝色小精灵好可爱哦、喔，这个对不对？我那时候玩一玩说，为什么我要红色当好人，蓝色当好人不好吗？四个合格打工人，欢回小胖，欢回，赚钱赚钱。来别人家第一件事情，先搬柜子，搬箱倒柜。好了好了，拿完了。啊，你拿完了是不是？啊，都拿完了是不是？看到这个，不喜欢。他说想救你的七大是不是？哎，这个不行，下次开这个一定要提醒你改成中文，超好笑的。好啊。下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看来就是有吃饭吗？看来就是后天了。没有啦。没有解药，受感染了。他的病毒没有解药。拿上这方子，到森林里去收集原料。拿拿拿！对了，各位梦魔族，你们最好快点，不然墨妹妹就会变得蓝的吓死人了。他会变蓝，快点！被感染所以变蓝色，没有，因为他们现在就是 有分蓝色的族跟红色的族。嗯，啊，在我们的卡通里面，蓝色是好人嘛？啊，可是在这边的话，那个……哎、欸，我玩了这么久这把枪，我才知道它可以换这种哎、欸，换模式哦。对，没事啦，右边右下角就有点安息了。隔壁，隔壁，隔壁。还有什么？太射枪。好射。这里。Umbrella。好像那个哦。被蓝色枪耶。这里好玩啊。去你魔的！那个，快点，路诺500块，看有没有500块。感谢忠贤的救团，500块，吃掉，吃掉。这什么意思啊？加14000%的咒语范围是什么意思啊？就很大、啊，你放放看，你放放看，你放放看。我试一下。我有了，棒！嗯，哇、哦，很远啊，其实很远、欸，很远哎、欸，对，蛮远的，原来是这样控制的、哦，对、欸，这个我有了，这是谁的？好哎、欸，600块，600块，啊，那个我好像没有哎、欸，没有啦 ，SHOUT，没事，那这个谁有啊？
不要看他的钱，拜托不要看他的钱。我有了，有了，有了。600块，600块。走，隔壁。隔壁是哪里？哎呦，哎呦，哎呦！番茄。哎呦，哎呦，哎呦！你很过分呢、欸。哎呦，哎呦！我怎么倒了？阿拉花瓜、是谁？新冠跳天！你又拉我这就不要走、啊！哎呦，啊！哎呦，我又倒了，怎么回事？来了，来了，你太晕了吧！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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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小蘑菇，不要靠近我，小蘑菇。前面跳装备，又弄回收队啊！没错，没错，没错。我是负责来收瓜的，来收尸的吧？收瓜，收瓜，一块都不浪费。哪有90块？不要。那个太便宜了，捡了浪费格子。你刚刚说好一块都不浪费，一块都不浪费的是，这是谁说的？诺瓦干奈，客家人，客家人，我们客家精神。我要往哪里走？要走蛮远的喽。好，怎么？这里。哦，那我点个点算了，刚刚升的。好啊。客家，你的客错了啦，错。倒水声。会不会倒太久？我是倒水，对啊。是倒水声，怎么了？嗯，不然你觉得他尿尿声音会那么大声吗？不可能，不是尿尿，摘花的声音。键盘渴了，键盘渴了、啊。你好丑呀！你好丑！哎、欸，这边左上角零，左上角骰子，看到吗？看到。啊，出发！啊，出发！其实在左边啊，那个想说去娜娜看那个骰子。我上去，我觉得不好上去耶，因为它很多骰子都在那种要跑酷爬墙的地方，就这一，我刚刚讲就这一关啊，算了，感觉错啊，都很难。哎，先走吧。附近有一颗弹珠，砸开它。我也想啊。嗯，好像绕另外一边吧、啊？是吗？感觉，游戏天才，你不行，感觉应该是可以的。我记得有一个是要绕到隔壁去才能爬，爬不然爬不上去。那就这个呢。What？ 谁来偷射我？谁、欸？哦，这边呢？在那边。你肯定是猫客。好像是那个。这里好像有路可以坐。这里有另外一个骰子啦！等一下、喔，我们这边在鸡蛋，我们这边在鸡豆峡谷。好，我爬，我爬。喂！天、啊，我这里是弹指，笑死，干我死！哇，这有点难。你是在哪？
是快快了，是巴蒂斯。我到了那个高的骰子，激动呀！喷东西啊！你怎么倒在那？可以吗？你拉什么？你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你快打死他！你快！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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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东西在射我，我找不到你。跳上来就行。射手没，射手没，跳装备。他这真的是跑酷哎。对啊。要来了没？来了来了来了 ，Luno 在哪？在上面那个骰子的地方。那你怎么爬？走过来啊！走过来，我教你。一定是这里啊。这里不是那里。哪里哪里哪里？你看，你测你测。走这里。然后哦，他会弹哦。不是，走后面，你要绕一圈，你要走到那边，这里底下还有一颗骰子。那边。哦。番茄那里。番茄跳上来。你要先打吗？不去路诺那边吗？这个啦，没有啊，这里没有、啊、这边。哎、欸，我下去看一下你们在哪里。哦，这個、会弹、欸。对啊。为什么？能跳过来？没有啊，你可以直接爬过来吧。然后跳过来，然后跳上去，就完事。谁？啊！我们两个之间有点出现问题，你知道吗？不是，谁挤？谁那边挤？没有没有，他那边有一颗吐出来的石头。我知道，我知道。其实这个，其实当时另外一位玩，他这边也是跳不过来。我就说，你不是有打 Apex 吗？怎么会跳不过来？对，呀，好了。好了，剩一位。啊、我刚看到对面好像有武器箱哎、欸。好，可以开了，可以开了。他等下武器这个掉下去，就真的要生气了。不会啦，一定会掉啊，所以才会有那种宝箱那个机制啊，捡回来的机制啊。这东西能让我继续战斗。哦，那边，这边。对，嗯。不是啊，那个不是还没开吗？对啊。先捡这颗。一安安，好，不然来规定最后一个道德开。好啊，好吧，我们就来谴责。我刚刚最后 那你开吧。不是啊，我刚刚是我开的啊。可是我一直都在啊，我一直都在你上面而已啊。靠腰啊，原来是我。好烟不带。哎呦，哎呦，不错呢，又是金色的。不错呢，都是钱呢，是不是？没有没有，那个要吃掉的。哦，开到金色的感觉是我错的。我也没开到金色感觉啊，哪边还有金？哦，看到了这个、哦。这里。试斗伤吧。看一下刚刚开到金色的什么东西。柯基，晚上睡睡。柯基老说：“哎、欸，你最后一个大、啊，你要开啊？”哎、欸，这个也要哦。哇，只剩我了，谢谢。不是最后大负责开吗？啊，我都不是欧气啦，我。左边有怪，哪里？这不是怪。那是可以跟他互动。哎、欸，前面可以卖钱，你确定不要吗？欸、你确定不解吗？你真的不要吗？我爆了。你啊，七十块，七十块你也捡？哦，那个是你之前的装备吧？那是你吧？对、啊，那是我之前的。卖东西喽！卖东西喽！哎、欸、哎、欸，那你一直不打吗？哎、欸，他走好慢哦。过头了哦！你说那只对不对？我看一下，我刚刚捡到什么？是是是，那只等一下再打。
来帮我们。这好像没有好用。等我先看一下，好像这把枪不错。说你要去哪儿啊？好、哦，这件你们有人想要吗？可是好像都不关你们的事。那个大家伙没事，应该还好。应该不会走过来吧？不知道、欸，有什么？这件啊，这件看你们有没有想要、啊。这完全不是，没有，这跟我们无关啊，这个没有点到的天赋，你两个没有用，对啊。那我就卖掉了。500块、欸。什么？卖了？卖！哎，就是要打他。先卖钱比较重要。对，我要当这个世界最穷的人。卖掉。我想要换戒指哎，戒指真的是没有收到好的。对啊。近战暴击跟咒语暴击，到时要加。今天开到几点？对。你说不会开太久，可是玩得蛮开心的。想说那就12点吗？还是要死？对。看你啦。好像差不多了呢。我看一下哦，不然打死这只吧，因为我们现在、啊、不是吧，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那个传送点还没解开第二个啊我不确定第二个在哪边啊，就打打看啊，先打完他再说。对耶，明天等一下我们要出去啊？没有，我明天还要开啊。好啦，那打完这只吧。 OK， 等一下我想卖一卖。是谁提醒的？小胖，你是不想看台了，对不对？好，我懂意思了。他是想要明天看台。哦，好吧，那打一打吧。这个就不要了。小心点，陌生人。先这样，来，打架去。凯特，造物巨魔凯特。蜥蜴，晚上睡，要解锁，还没，等打完就是。你的冰刺没刺中，为什么？好奇怪啊！为什么？好，没了，捡钱，200块，太好了，到前线去，没了。按摩精灵见面就开了吧？嘿，够痛。现在在哪里？我是想要明天准时。哦，相信主播，他肯定会准时啊。有个一诺诺不是吗？啊？一诺诺是？啊！我哪边？这边。刚运动完洗完澡，还没卷尿完上睡。S 片啊，这里。是说露露吗？是在说一诺诺吧？那个一诺诺的时间也算准时吧？有没有机会？那个是什么？哦，这个不是哎、欸。啊，不是传送点。我发现这里好多地上。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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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营。啊？什么贼营？啊？我突然走到蓝色小精灵家。我怎么知道？就跳下来啊！一诺直接午餐时间。这是谁？放一个。啊，你真的很帅哎。嗯，我发现不能一直放这个，会打爆脸。你是倒了吗？我倒了、啊。哦。不是，我刚刚回头看到有个爆桶在我旁边，来不及。
来不及躲。我这自己在想想，不能乱放。来这边这边，把肉放进去。我可怕。一份蘑菇增大药水，又热又烫，新鲜出炉。干嘛？你要叫我做什么？蘑菇强化药水。姐。我已经计算出经济角度和在下一个在哪边？快把药水撒到那边的蘑菇上。哎，那个你有看到很像恶魔果实的图案吗？很像恶魔果实。对啊。没有哎。好吧。哎。哦，记忆珠啦。对啊，记忆珠啊，这边有吗？我看到。他很高，他很高。还是我去看一下。然后自己团哎、欸。对啊，因为这是一条路。魔精灵珠哦，俊记忆珠，没有，对，刚你找到了、哦，太快，找到了，记忆珠，你们有吗？我刚以为你说那个会分那个珠，你是说没有？喂，你说谁是珠？你跳了蘑菇过来，有，完了，来吧，开战吧，冲啊，自杀！再放一个，好了，我去旁边休息。啊？交给我的那个打就行。我的队友打，这个意思吗？没有啊，我的那个技能浪啊，就没有，刚闪太快，我没来得及看，我看字就很慢。人家五岁还在认字吗？你看他。净化金，那个阿奇一直往内冲啊，死掉！我是觉得不知道，明明这边还要再开打，居然跑进去了。我在想有没有骰子之类的东西。五醉醉加油，努力！释放魔美人，快！番茄，你的菜。不是，他不是我的菜。他是金猪，快点！不金猪啊，这骰子快去摸。你刚最后到。OK。他会亲你哦。真的？我要看。我想把全部箭都花在他身上啊。他用他的生命换魔美人啊。他用他的生命换他出来啊！假鼻妙，完美！希望我们还记得，我们只是在一款游戏里面。这上面的，好丑！哎，打他！哎呦，很痛呢！杀得好啊！来吧，陌生人，让我好好感谢你。哎，捡，87块，有点。你又走进去？你怎么？哥哥鲁死了，我也就站下。被净化了，我认为咱们默默子终于能重建自己的生活了。但莫爸爸再也没法欺负你了。挡不住哎，可以穿队友的身体。好了，哎，等一下，他有送一把枪哦，你看一下，234块，我只在意他多少钱、啊。枪1000多块，你不在意一下吗？哎，哦，是他，你们在偷色。测速很慢哎、欸，没关系，他1000块、欸。可是他只有几发而已耶，打完就没了吧？
既然吸哦，吸可以可以换那个、哦。没子弹了、啊。你们在哪里捡到那把枪的、啊？那个任务啊，任务送的，任务直接送的、哦，直接送到背包里面了。对，不在意火力，只在意驾驶。没事，他哪里买的？我不是死掉，还没有，还没有。我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很痛啦！不要这样！不要！不要！他在玩我哎、欸，对啊，这游戏是打响指游戏吗？不是，就是。什么？来了来了来了！哎呦，我要死！慢你慢你，真的慢你！我真是证实了我的技能会达到炸药炸药桶这个问题。都会啊，这个没子弹了，是不是可以卖了？不是不可以卖，你可以换另外一把枪了。哦，对。对。他老多可能只有那个一千多块。我也是啊。哎、欸，是这个吧？哎、欸，钱！我觉得我打到的是那个、哦。哎，有一个桶子怪，番茄你捣蛋鬼，别捣蛋！捣蛋鬼，别捣蛋！啊、后面有只大只的，哪里？看到紫色的东西了，谢谢500块。哇，真的是靠魔法就好了，好棒啊！好了，捡东西，捡东西，还有一只。寻找吟游诗人，再找一下好不好？啊，他在另外一边呢，在这里呢。被骗了，被骗了。谁带着？谁先进来的？好像是，好啦，是我啦，我自首。我看到露诺先跳，就想跳一跳。啊，没有、啊欸，其实是我自己。没有、啊，因为刚刚来救魔美人就在这里啊。然后魔美人任务一结束，就有一大堆怪出来了。对啊，应该说原本这边就是这些怪，只是剧情需要。然后，这边暂时不会生怪。然后剧情一结束，他们就通通生出来。对。呜呼呼。哎呦。还有一只在上面吗？继续加，队友加油打，我在负责。这边箱子，好、哦，番茄收好，番茄，番茄。我一直都在后面呢、欸。啊，你在后面，但是你没往前走啊？怎么了吗？ Okay, 没数哦。嗯。要往哪一条？往下走。要跳上去吗？不用吧，要去了。没有，只是看有没有骰子之类的东西。哦。是我太胖吗？我怎么过不去？嗯，可以不要这样说吗？奉靴晚安，帅帅。伸出来了。啊，死掉了。我看，干冰。但是谁魔法也蛮强的、啊，你就你们两个啊，沙诺斯，就你们两个啊，好吧，沙诺斯了，露诺斯，完了，严总，严诺，啊，啊，自动化了，啊，哦，他是吟游诗人哦，长这样。
这跟我想象中的吟游诗好像不太一样。他的吟游诗，他的诗是不是 rock 型的？没有，这款游戏就是腔啊，主打一个腔啊，因为它会消音。哎，我看一下这个地图有没有传送点。还没，好了，这边应该蛮短的，应该可以。我们等一下直奔就好了。我们先拿完这个好了。妈，可以拿得到吗？好像可以耶。哎，谁最后？他最后一个。我猜。还来我。好，回家。要往哪里去？嗯，我要往哪里去？回城啊！我来啊！哎、欸，那是可以传的吗？哦，不是，垃圾。好，我传。嗯，亮提成。啊，卖东西。找不到。也吟游诗人，又来了吗？吟游诗人长得太……啊，没有，没有啊，对不对？很有诗人吧？这是吟游诗人，很有诗人啊！有吉他哎、欸，有吉他就是吟游诗人，然后过了一把吉他就是吟游诗人啊！还是下次啊，一个唱歌，两个色啊，那个捡东西的唱歌好了啦，好不好？谁是捡东西？你呀、啊。你东西放一放就没事做，你就负责唱歌激励士气，有没有？哇，这个梦见露诺是先卖完东西了吗？啊啊，我走错路了，走错路了。哎，再见了，1346，1000块哎，卖掉了啊。哇，我想起来不够去升级。对啊，正常啦。所以那个有80000块的，我也是很好奇他怎么上去的。不然怎么拿到80000多的？啊，我也不知道。梦见露诺，跟你借3000块。现在吗？对，可以借啊，交易。我要怎么连你？那个啊，连我一。嗯，在哪里？你在哪里？你一定要回放，你一定要回放看这一段。我看一下哦，2小时48分钟。你从我面前晃了很多次，而且你还穿过我，又没看到我。我想说，我看到再一次，不要的。配合按住，配合按住。哦，那金额注入3000块。3000块交易。要记得还哎、欸。会啦。记得去看一下有没有少拿什么东西。我们那个，你下次还要还6000了。还你，那是下次出，那番茄你借我3000，钱先还你，没问题，我是有利息的，目前无法接受交易，女人放下。啊、哦哦，你要这个好抱歉，还你，太贵了，不行，你这是你放高利贷吧，不能现在还的哦。没有，已经借出去了，我没有，不管你什么时候还，都是6000。怎么有种好快乐的感觉？赚到这种钱你很快乐哦。这种不干净的钱你也赚。看一下啊、哦，这样没什么用哎、欸。白痴，我生错了啦！你说吗？还要进行多少？9000。好。啊，9000啊！要跟高利贷借还是跟我借？要不要跟我借？算了啦，下次啦，不打了。没有你去看看你那个资源回收头有没有收到什么东西？那个也不用9000块，你在想什么？这也不会安慰到我啊！你升到什么了？小枪啦，这很难按。给你了，不快乐了。哇、wow, ！我要一直上线开那小宝箱，1100、1100、10块、10块，慢慢的抽到9000块，完全捡得很干净哎！来，给你啊！好啦，3000不用还了啦！
好搞笑、喔，救命！等下九千又生错，我也难过，烦呢、欸。好啊，你家九千生错，我再借你了。哎，还是我换账号把我的那只角色钱给你好了。是不用、啊。然后我们把钱分一分啊，平分啊。不用吧？不是，应该可以吧？照理来讲是可以，没错，就是你开我开，然后你把钱给我，就直接，然后我直接下线不理你。哎、欸，这个你们有没有啊？可以来看一下吗？这个金色的，那个、啊，哦这里，丢在后面，嗯，丢在我后面，可以去看一下。嗯，好犹豫哦，卖东西的地方，卖东西那边。好像用不到、欸、又好像用得到、欸、咒语暴击，嗯，像有那么一点用哎、欸，好换六百块，差多少啊？我升完了，我升完了，同事还跟我说差六百块，没有啦，丢、嗯、在地上六百块啦，你拥有没有？哦，所以这个你有了，有了，那我进去了。嗯，耶、yeah, ，又赚六百。徒手，啊，去捡那个、哦。你去看有没有没有捡到啊？对啊，这个回收桶看一下。已经要还了？没有吧，没有，开玩笑，开玩笑。他对我那么好，他才不会跟我要钱嘞。他下次会跟他要九千块。对。来。有吗？有捡干净吗？没有，两个金色的。哎，没事。金色的没事。哇，一千二。没有，我有一个没有的。哎、欸，这、哦那个这、那个有的。哎、欸，所以你们有捡过金色的装备了吗？不是装饰。没有啊，还没、哦。所以金色是我第一个拿到的。你拿到金色武器啊？真的假的？对啊，我拿到一个。哦，猛、啊。可以来看一下吗？我来了啊。哦、啊。你有没有看到我？你眼中是不是真的没有我啊？也好啦，这我有了，你有了，好，番茄呢？我有了，你也有了，嗯，好，六百块赚，看就这个，好了，哦，哇，猛欸，哇，对吧？后面还要再刷这种东西啊？刚刚说要干嘛来着？嗯，九千块，九千块。卖完东西也捡完了。我觉得你这冰锥很大哎、欸，对，而且超远。不是不是，你的这个冰锥比原本还大吧？嗯，对。嗯，看一下、喔。你放一个。它其实加的蛮夸张，你看看。冰霜刀刃。我看看，我看看。你弹指，你弹指。哎呦，哎、欸，你这真的很夸张哎！你这数字太多了吧？对啊，你这什么？你这什么蚂蚁文字啊？我那时候接下来就觉得哇，我的就这样而已啊。好，可以放两次。来来，我的就这样而已啊。这是一次吗？我的就这样。两次。我看看我，跟这个吧。我退，你们会全退吗？试试看。会啊。会什么？会啊，主机断的话就會斷。不是，我不是主机，我不是主机啊。主机是番茄啊。哦、这样有退吗？不会啊。没有。好、啊，我等一下加看看。我换我另外一個。你要去收刮钱。你要把钱传过来。我试试看啊，这次我真的不会，我不甚至不会再玩了、啊。再录角色。哎、哦哦哦哦。你看，雕像长命令。这是我小学生的无聊玩笑。这才是 me too 了吧？小学生的无聊玩笑。你下去放错地方。哎、欸，你要还我六千啊？坐好。哎、欸，等一下。对啊。等一下，怎么从不用还变到六千了？嗯，刚刚才说梦见露诺不会跟我要钱的呢。嗯，我刚刚留言了、啊。嗯，我看到聊天室啊，就说好像要还六千了，我就不是，就算你说不用还，我还是会开这支给你钱的、啊。在说什么？哦啊，不是先还我六千，再平均三分。也是可以啊。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我认真哦，我这个人开不起玩笑哦，你不能这样哦。那认真哦。哎，人在哪里？人哦，来来。我在那个城镇呢、啊。喝水，喝水。我什么枪啊？哦。你的枪我也拿不起吧？拿不起啊！哎，小恐龙。哎，又是小恐龙。会死。为什么？会死，会死，会死，有伤害。啊？有伤害。啊？什么？你的？你是踩在冰上面吧？你左手边的怎么会是一个骷髅头标志啊？對啊，我左手边，我什么骷髅兵？你左边写两条，你是骷髅。啊？啊？还是你们我等级太高？有可能。那能不能交易？可以啊，可以交易吗？这是谁？这是番茄。两万五除以三，哦，25万除以三，然后25000就不必了。我有时候25000好像有点穷哎。我想说25000我那么穷吗？我想一下哦，量多少啊？反正给你吧，你等一下去算。反正你做，我拿到之后马上下线嘛，对不对？但我给谁都不对，给你你会马上下线，给他他也不一定会偷完给我。哎、欸，你会要给你6000什么事？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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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给那个吧，你给他，对吧？八万六是不是？你说公道价、喔？八万一，谢谢。你要去献那位兔子，不是我。他把他的家产都拿过来给我。好喂，10万金币。这是他的家产。真的哎、欸，我全部的钱了哎、欸。等一下，如果再进来还是同一只角色，我会不是白痴啊？是，一定笑你。哦，当时为什么不继续玩这只下去？主要是我流派完全不会玩了，所以我才想说重新玩这样子。虽然流派没差啦，但觉得。哎、欸，没开错字哎，但觉得啊，他最后可以选角色进来。他最后那个流派玩到最后，因为毕竟这次还是近战刺客。哇，你打近战啊？那时候想说哇，盗贼刺客哎，那、啊、就队友好帅哎，队友去打，我躲在旁边就好了。有没有？结果反过，多10000给你了。哎、欸，等一下哦、喔嗯，有啊，因为250000啊，出不进啊。啊，所以会有10000给你啊！哦，对啊，多10000给我，好。对啊，转交费。哎、欸，过来，不要跳了、来给你6000块。真的假的？不用吧？哎呀，按错。不用啊！按错了，你在那边？不用吧？干嘛、啊？三八、啊？要不要？不用按下要不要？女人，你要不要？哎，为什么是你主动交易啊？好诶、欸，真的6000诶、欸！说到做到啊！好诶、欸，好诶、欸，好诶、欸，可以关游戏喽。嗯，关吧，关吧。关了，关了。要关了，要关了。来，哎呦！那，嗯，棺材。棺材。拜拜拜拜！我才小猫，我才屁呀、啊！你多久了？你待多久？你真的我才吗？天生我才闭关台，天生我才闭关台。
欸，你好强哦，你的属托邦竟然可以活到那么久欸。我的属托邦一开始革命，我的人直接死一半以上欸，才发现我那些流浪汉完全没有钱吃东西了，我真的是一个昏君欸，天哪，他好可怜，他们好可怜哦，当我的叔叔都是要揪揪了，要揪团啊，我要揪去安妮那边了，肯定是安妮那边的吧，是不是？是是是是是，晚安线，觉得你们，我也是一片死寂。哦，啊，你是重新再找那些是不是？好啦，雪莉晚安，没了齁，没了要关台喽。生母晚安。砰砰砰砰！为什么你会开始讲亚比啊？亚比到底是什么？小猫晚安，小猫。觉得学你讲话很像吗，小猫？有没有觉得讲话跟你讲话很像，小猫？我为什么要留这个东西呀？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留下来啊？利恩晚安，小猫晚安，就一阵子喜欢在后面加个亚比啊。哦，所以那个迷迷什么东西也是这样子来的，是不是？好啦，小猫晚安，晚安，走，出来吃宵夜。咸酥鸡、薯条加什么？加美粉，有没有学历学得很像吧？太扯了吧！妹妹，妹妹安安，妹妹。哇，想到让人家比，太扯了吧？哪有？你们才扯！有没有很像啊？没啦，我还是你要听王贝贝。太扯了吧？这什么钱？太夸张了吧！对啊，没有你的那个口音特色就很可爱啊，对不对？小猫，嘿嘿嘿嘿，对不起，哪有？哎呦呀！好啦，就过去啦，大家晚安。王贝贝是你，哎、欸，你知道哦、喔，你知道王贝贝哦，那下次你来再学给你听，先揪过去了。叫什么？小猫晚安，宅小猫晚安。哦，小胖晚安，拜拜。